开台啦，开台啦，九点半就要睇达哥，点睇？听到嘛？听到嘛？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听到嘛？听到嘛？听到嘛？声音画面冇问题啦嘛，系嘛？咁啊，今日啱啱有人问我，佢话你点睇街霸四今年 EVO 冠军系用手掣，佢话用 PS One 手掣，呢、這个真系劲啊！佢仲要用 PS One 手掣嗰下先劲，用手掣咧，我喺听咧嗰、那个难处，大部分劲人都系用大掣啦。点解咧？就系好揿啲嘢，即系。你自己用下知啊！你因为你手掣咧，你最多通常你系用拇指咁，当你转换姿势都系用翻食指啊、中指啊，即系右边嗰啲正方三角圆圈啊，即系 YB 咩 YBAX 嗰啲咁样喺度咁样啦，喺度用啲掣揿咧。但系你仲有几粒掣喺头顶嘛？你咁样要突然间飞上去咧，好难揿啊！咁咧咁已经系难用。但系如果佢仲要用 PS One 嗰个手掣再。PS One 嘅手掣其實唔係話好好渣，大家都知道，即係佢話通常第而家你 PS 4嗰個手掣好渣，我自己覺得好渣過 PS 1嘅，我覺得一般嘅人嚟講 ，PS 1個手掣我唔知佢有冇震動嗰嚿嘢啦，但係十字掣係有個好處嘅，啲十字掣咧就通常咧就好少人出名，但係咧你出嗰啲咩升龍拳，你出得耐咧，你手指你都唔使點搖嘅，你即刻甩曬皮。以前细个玩超人冇咁有钱买大掣嘅，玩街霸咧就捽到第只手起晒水泡啊，甩晒皮啊咁样啊！你个练嗰个用手掣已经系极难极难玩，但系佢都做到咧，就呢下就真系劲嘅。咁啊，你可以见到有啲黑人咧都系中意用手掣。你见到街霸四嗰个 EVO 嗰个比赛咧，啲有啲黑人咧系好中意用手掣，唔知点解嘅。哇！我哋拇指劲或者点样咧？上来吧 ，Let's go，Let's go，Come on，Come on， 啊，快啲 ，Let's go，Let's go，Rock and roll， 用咩啊？用 Touch Mon 嚟，哇！呢、這个就暂时好似未有手掣，你用 Touch Mon 嚟话应该难到黐线啊！点都冇呢啲咁方便噶啦，你知唔知啊？SS 掣系啊，佢就揿晒出嚟嘅。SS 个掣佢三粒嘢，嗰六佢摆晒六粒掣喺度，之后再加 LR 噶嘛。SS 个掣都还可以出嗰、那个都算易用嘅，系嘛？世家石枪啊嘛，系嘛？大河道士都用 PS 温手掣啊。喂，启泰系咪嚟玩啊？平平得前。但今年 EVO 以我所知啊，年年嘅 EVO 一般咧都好似系用一时时嘅，有时用 PlayStation， 有时用 Xbox， 我就唔知道今年用边个啦。但系好似话大部分有都系唔知道，我都唔肯定。如果用 PS 手掣咧，就唔知系咪用 PlayStation， 因为而家咧有啲人会改嘅，佢就喺度改。有啲人话咩你买一啲大掣嚟 PS 3专用嘅，有啲人可以帮佢改到咩 PS 1 PS 2都用到嘅，唔知驳个头定点样插，跟住俾你玩翻啲咩街霸二啊、街霸三啊咁啊，仲有呢啲咁嘅比赛嘛，佢又俾你用翻啊！好嚟啦，开波啊！有人用数码暴龙个掣嚟打，但系得三粒啫喎，冇方向键啊！当你一粒掣系。一粒掣系厚啦，俾你有得挡啦。咁第二两粒掣，你一日最我谂你最多都系可以用到拳脚咁样，已经系黐。如果你可以咁样赢到，已经系劲抽筋，梅员都唔够你砌。我相信，如果你是但打个即系唔好打高手啦，你用呢三粒掣打赢一个普通人，即系普通有玩过咁长嘅街霸嘅人，你已经系劲到飞天嘅事。就话俾你听，今年嗰个街霸比赛，如果你有睇咧就。
有人貼咗噶啦，梅園就唔係喺嗰個唔係打得好好啊嘛，梅園就唔知十六強都未入到就輸咗就出局噶嘛，但唔代表佢渣嘅，唔代表佢渣，你唔好嘅，因為達叔如果真係有機會啊，好好彩或者點樣贏到咧，你就我都唔係贏最勁，絕對冇啲咁嘅事，我咧佢依然係高手級嘅高手中嘅高手之一嚟嘅。你一到時如果有機會贏咗，你望，達叔都唔係贏最勁嘅，唔係贏嗰個今年出爐冠軍，咁樣咁唔係，如果我贏到，大家都應該要立即準備開香檳，立即已經到時會立即 call 要 book 台嘅啦，要擺翻幾圍慶功宴啊！因為我係順便教教梅園咯，因為我贏到，我已經退隱好耐啦，啊我就教我話梅園，你知唔知你似係我？你睇下師傅。超已经在街霸界退休咁多年了，你仲未超越啊？我话你睇下，成何体统之后佢就要重拾。我话一个强者就系要咁样，要系喺失败中站翻起嚟先系嗰个强者。所以梅园即系佢未系，好似你哋成日讲咩美斯仲未能够称为球王咁，你都系要同梅园个球梅园，你知道嘛？你而家仲系未能够成为街霸王。我话你讲，你仲系要。要一个啊，仲需要修炼噶。我话你嗰个街霸之路仲未登峰造极。我话你仲喺度沉醉喺几年前嗰个街霸三喺度打赢，喺度挡晒人哋超必嗰次嗰、那个嗰、那个反胜嗰、那个唔得啦。我话你要系时候等师傅教翻醒你，啊，你点睇？好嚟啦，靓啊！再俾落去呢下直线靓啊，啱啱好汤穿啊，喂落去啊！你用我嘅体感嚟玩街霸，暂时赢遍全港九新界啊！边度有呢个设备啊？我用体感我都赢嘅，我话俾你，如果我话俾你，如果我有嗰个脑内格斗，佢可以读到我脑神经嘅话，冇人够我砌添。我话俾你，我即刻阅读到人哋心理嘅话，一跳我即刻升落去。最好噏一下就可以，一下就可以出到啲招，咁啊最好輕拳輕拳咩中腳咁樣嚟打咧，咁啊最方便，係嘛？你點睇？好，俾得靚啊！哎呀，可惜啊！你點睇？好，頂到出嚟啊！我真係冇辦法攞到喎，哇大鑊啦！啲下飆得太上啊，對面啦、啊。应该会硬落嚟，因为远处位唔俾啊，就有机会啦。个大侠呢下就飙得好啊！我咧，我如果系有呢个脑内读，将啲神好似 Matrix 咁吉啲，将个 USB 吉我喺后嗰、那个后脑啊，好似 Matrix 咁整个插须定乜鬼嘢咧？即系佢喺后脑咁一嘢吉落去嗰、那个大嗰、那个掣嗰度，我就喺度，我话俾你听，梅园咧，我100%肯定梅园唔够胆。打唔贏，我話你靚，我話波落佢，波落佢，波，佢升，我話你梅園都唔夠砌，我話你靚，好嚟啦，你信唔信啊？唔信，等呢個設施研究咗出嚟，我即刻安排，我話你知我炒梅園票，我話你可以喺度啊，即刻腦入邊諗一堆指令，嘟嘟嘟嘟嘟嘟嘟。梅园佢话：，但系呢个完全系梅园第一次嘅，即刻新闻街霸界震惊，梅园首次被喺衣服被炒票，俾人佢话人哋佢话出得好尽喎，完全阅读对手嗰个出招情况，黑到佢死，啊！你话咩？我一下插落对手个头，咁样变咗真人街霸。打真人街霸，我打真人街霸，我都好有信心嘅。真人街霸，我系赢噶。我话咩？我同梅园打，我话游戏机啊，打唔赢你。真人，我话够姜啊，够姜够唔够打啊？我喺度讲激将法，够姜啊嚟同我嚟场真人街霸啊！梅园都好大只，点样？梅园唔知点解，可能佢知道打机劲都要身体有身体质素或者点啊，所以佢都好大只。你知唔知啊？好嚟啦，对面系反攻啊！好靓啊，探到个波啊，对面应该硬咗直线噶，呢、這个大只仔俾到落去，靓啊！射个近柱咧就俾龙门啊救到啊！人哋用脑内，人哋用个脑唔够我劲噶嘛，问题人哋用
你得你要正如梅传用大制，梗系你够用大制咯。咁系咪你代表话你都人哋用嘅可以赢到你？唔系噶，有个分别噶，个脑要劲啊嘛，系嘛？我系个脑已经劲，系嘛？我啊即刻喺度谂前谂后，已经赢脑内格斗。几时可以实现后脑内格斗？啊！我希望以即系迟啲奥运就会有个脑内格斗呢、这个比赛，但系斗人哋个脑嘅强度，好似嗰个咩机动武斗转之高达咁样有体感啊，即咩？你俾人殴你都会觉得痛啊，或者点样？但系净系靠个脑，你可以企喺度咁样，系考你个斗志啊。咁样就有趣，跟住你一输嘅话，可能就会有啲填你个脑或者咩，整到你啲神经觉得有痛楚啊，或者点啊？咁啊，全靠呢个人劲唔劲咁样，咁啊有趣。迟啲可能会实现呢种运动，我话咩？讲完之后已经有游戏机商已经听紧，或者点已经准备偷偷地进行剽窃我嘅计谋。我咁样系咪已经有一个因为我讲嘅出嚟咩版权自动归作者所有。第时如果有呢个游戏一出嘅话，你要即刻，即系佢即刻申报专利嘅。通常你又可以攞翻呢段声带去问佢攞翻钱。啊！你点睇？即系喂，个 N 年 N 月 N 日嗰阵时，达叔已经整咗咯喎。哇！你有冇分翻？如果冇嘅话，你系偷人哋桥，就即刻要佢俾钱啊！因为话咧斗头骨嘅硬度，一人一下拎锤仔斗撞，咁第一嗰个先咪有着数。第一下我即刻出尽全力拗落去，人哋已经即刻瓜老衬啦，头骨爆裂，唔使玩啦，系嘛？你一人一下斗拗锤仔，呢啲系猜包剪揼啊！边个包剪揼赢咗就已经系赢咗，吓、啊！除非你个头真系钢板咁硬，否则你正路俾人拗落去已经瓜老衬。刀剑神域系啊，就系呢啲一种啊。阿叔点睇三国孔明系武将？边个同你讲孔明系武将？即系因为你睇《三国演义》，孔明有大兵打仗，就所以佢系武将，系嘛？咁嘅意思，曹操啊嗰啲就都可以话系冇，即系两样都有啦，即系又有脑又系打仗嘅，啊！好，啊，小心啊！喂，大家知唔知《龙珠》咧有个新嗰个剧场版？我今日睇到，啊，即系如我所都估唔到我咁准，我预计话《龙珠》。即系筹备紧个续集啊！你睇下，就真系你见到今日已经有人喺 Facebook 贴咗个 poster， 我话俾你听，最强对最强，就由我达叔嗰个新嘅角色嚟打悟空，我一个鼻喷落去之后，佢就撞穿二十几座山，系嘛？你又可以谂，有人话咩刘明等睇，刘明等睇撞穿二十几座山，磅打穿地球啊！咩？佢系会咁样，好一嘢鼻。噴落去咧，之後悟空就撞落地心嗰度，喺佢空中嗰度，佢通常我一嘢，佢一嘢想飛埋嚟打我喺空中啦，翹住手，佢一嘢打落嚟，之後我就好似哼哈二將咁，好啦，一嘢噴落去，之後佢就即刻吹俾個鼻風咧，一嘢吹落去就撞落去地底嗰度，地底個插穿嗰個咩地層，嗰、那個地表層，之後懟落去咩地核地幔，都再懟穿落去嗰度，足足係打。呢一度已經係要用十分鐘嚟交代，即係嗰啲景物咧一路穿穿磅磅磅，你就會睇十分鐘呢個一路啊，即係打到出去嗰個宇宙悟空先有翻反應就死，之後佢啊先去收斂。呢、这個就係一開頭嗰個序幕，嗰、那個頭嗰十分鐘就將會係呢個故事。之後我就唔覺得啦，因為電影相關，我只能夠透露到嗰、那個同廖山明傾好嗰個劇情，但係冇頭十分鐘就係咁樣。之後嗰啲就冇講得，你就要入場睇啦，因為嗰個唔係俾廖山明告啊，可惜啊，俾人入波啊！你點睇？咁啊，大概係咁樣啦，跟住就今日我今日去咗睇部車啊，你有見到我睇嗰、那個？喺嗰個 Mini Cooper 嗰架車，啊，你又見到我揸車嗰個姿勢好有型，啊，你會見到啊，嗰車都幾大部喎，其實都，
我帮公司买车啊嘛，我啊未有咁富贵买车嘅，我帮公司买车，准备送出去嘅呢部车，你有睇到啊？吓、啊，好嚟啦，小心啊！大外球，林宝坚尼未有机会再迟下啦，睇下有冇机会送林宝坚尼啊！啊，而家未咁有咁有嗰、那个吓。啊份量可以送到林宝坚尼字，迟下睇下有冇机会帮你争取送林宝坚尼、法拉利嗰啲啊，一部林宝系已经三四百万嘅事情嚟啊，系嘛？黄晓明送俾 Angel Baby 嗰部就系林宝坚尼啊嘛，好俾得靓啊！最后生命再吸唔紧要，仲有我依然护住个波啊！你睇呢啲系劲啊，保位保得靓啊，啊！好嚟啦！小心啊！送金 AK 违法喎，我都想送都唔得。就算唔系话钱嘅问题，我镀金整到把金 AK 已经系喺香港已经即刻犯法。佢话点解你有金 AK？ 佢话即系我惊你有危险嘅，即系俾我即刻俾人拉。我铸造已经有危险，即系到一送嘅时候，大家一齐滥炒啊！又话送林宝仪，我话你估贵啊？林宝仪一套。一市低嚟啊！你揾佢拍套剧都已经系几百万嗰、那个，哇！有我靓波啊，印沙机无威无得靓啊，吓、啊！黄晓明咧嗰部系三手林宝坚尼啊，啊！几钱啊？我想知三手嘅林宝坚尼都几百粒啦，系嘛？啊！有人话咩月入8000可以买到林宝坚尼啊？系啊，月入八千，最后买到林宝坚尼都系要老豆俾先。最后话咩每日系啦，跟每个星期唔知储几多百，之后最后都系要老豆俾啊嘛，俾一大笔，终于都买到啦。好，600多万系啊，最后加埋老豆俾有位兄弟就最后加埋俾老豆俾嗰600多万先够了。识啊，困一困啊！好，有人话有位兄弟同我讲，佢话咧，佢话佢部 PS3 咧，佢话个外形有机会啊，嗰大侠近佢只脚，再嚟补中你啦！次次真系好聪明，呢啲系用脑踢波，贝碧托夫波追啊！有人话咧，佢部 PS3 咧就咩？因为某啲事故俾人用咗个外形咧，有少少变形，咁咧又冇得整翻。以我所知，如果你要整翻咧，有一个喺科学上嗰样啊，科学上你再攞啲火烧落去，佢融嘅时候，你就即刻掹翻高佢咧，咁啊应该系有机会系做到嘅。但系我系唔建议你咁做，我正路咧系你想换嘅壳系可以换嘅，但系我劝你，如果而家仲玩得，你又唔好整嘅，即系唔好因为。好拘泥呢啲靓唔靓呢啲，因为你再整可能好贵啊，或者点换个壳，即系你去揾原厂换个壳，分分钟又嚟啊！会唔会有波追人啊？因为你原厂咧咁样换去嚟话保养啊，或者点去换咧，就应该都闲闲地都过500蚊噶啦。我估呢啲佢就话哇，用咗喎，人为噶啦，系嘛？佢第一句就。檢查正路嘅，所有維修部都係咁講，呢啲人為嘅喎，人為我哋保養唔包嘅喎，佢咁講，即係佢話，即係你佢話我哋 check 過啦，電池冇用到嘅，一定係你不正當使用我部機啦。跟住好，跟住就先收你咩檢查費啊，跟住點，最後肯定係過500蚊。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玩到咧，我勸你就。你攞塊白布啊，喺咩冚鬼住佢？你冇眼屎乾淨盲咁啊，最好啊！炼金术又话，如果你好似爱德华艾力克咁样拍落去，就可以做到。哇！小心啊！有位兄弟就话咧，最近咧风扇佢话咩？佢话伸咗只手入去，成手都系血。呢、這个我系想讲。以前咧，因為我哋舊時就係冷氣，即係喺我嗰個年代嚇，冷氣咧就又係話咩好熱，屋企都會，即係你學校就唔知低過幾多度先開冷氣，
你屋企都唔会成日开冷气嘅，即系话嗰啲电费贵啊，或者点就唔系成日开冷气。我嗰个年代冇咁普及嘅，咁咧就通常就用风扇啦。咁风扇咧，通常咧唔知点解家家户户都系咁啊，唔知就好中意剥鬼咯，因为风扇有个框咁罩住啊，罩住就惊你只手伸入去俾个扇叶介到黐线咁样噶。咁咧就有呢个罩，咁呢个罩嗰个用处系咩咧？咁呢个罩嗰个用处就系话，一嚟惊你只手介到啦，二嚟就系类似你啲尘啊或者咧唔好搞到个扇叶啊飞入去啊或者点少少嘅作用啊，因为以前嗰啲系罅疏啲，而家啲好密嘅窿嘅。咁咧就系家家户户咧都好兴拆鬼咗佢，觉得凉爽啲，通常都系咁，屋企人会觉得凉爽啲啊，或者有啲人就觉得因为嗰个框咧污糟咗拆落嚟。而家你喺度吹咧，我话咧就好容易出事。咁啊，有正常嘅风扇咧就唔会话好快嘅，但系后来有啲即系大陆嗰啲通常特别快，以我记得，因为极危险，你一伸入去咧即刻戒到流血黐线，所以小心啲。即系我低过几多度先可以开啊？我唔系低过，唔系低过几多度，系高过几多度？讲错系嘛？以前啲风扇咧用铁片嘅，戒到利到不得了，你知唔知啊？而家先用胶啊！真系呼吸都要收钱，委内瑞拉咧要开始征收呼吸税啊！即系每个人喺经过机场范围咧，就要俾$20嘅呼吸税啊！即系百几蚊港纸，犀利喎！呢个呼吸税。你都可以徵收喎，你開一個，你下次喺地下銅鑼灣畫個圈，你一經過呢個位啊，我提供你排我排放嘅二氧化碳，提供二氧化碳費，你一吸落去你又要俾錢啊！咁樣我呢啲似係屈人嗰啲，低過273度先可以開冷氣，要唔你開完呢、這個世界最勁就係-273度，即係你冇辦法可以。你再开冷气都唔会再冻，你知唔知？呢、这个嗰个温度系你冇热，即系嗰个地方就系你完全零热力嘅时候就会-273度，所以你讲呢样嘢嘅时候系唔合逻辑啊！贴片系凉好多，但系危险好多啊嘛！你伸落去，你总系有啲人啲细蚊仔或者咩，总系想挑战咁掂下掂下嗰啲咁样噶嘛，或者会。好似揿中间嗰粒柱，即系佢风扇中间有个胶头嘅。如果你掂佢高速旋转下咧，你一掂落去咧，如果你揿实咧，就会俾佢甩出去，因为佢会跟住好似漩涡咁，你会即刻片出嚟，你又好易片到个扇叶嘅。啊，呢样嘢系好高技巧嘅事情。仲有一样嘅，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咧，慢慢伸只手入去嗰个扇叶嗰度，慢慢即系。紧紧擦边咁摩擦咧，佢就会觉得好有快感或者点样啊？唔知你明唔明我意思咧？个扇风扇系咁搞啦。如果你只手指头喺个扇叶中间，点样俾佢咁样一嘢解落去，梗系痛。但系如果你啱啱冇掂到个扇边咧，咁样磨嚟磨去咧，你就唔会话好痛嘅。但系你会有啲摩擦感啊，咁样有啲人就好中意玩。但我小朋友千祈唔好学，话佢听好易啊！大人都唔好学，话佢听好危险啊！尽量唔好啊，拆开嗰个盖啊，伸只手指落去挑战自己人体极限。有啲人就有，我亦都有见过有啲人玩法系点咧，就系话，因为你嗰粒漩涡咧，我啱啱讲中间嗰粒点，如果你够大力一嘢笃落去，一阳指一笃落去，成个风扇就即刻停嘅。你可以。令到佢停止轉動，前提係你個力係要極大先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嚇。好，有人話放巨龍入去，我話俾你肯定後悔莫及，我話俾你一定追悔莫及。如果你係咁做嚇，你知唔知啊？你話俾你千祈唔好做啲傻事，切勿喺度冒險做呢啲咁嘅嘢。大家千祈唔好玩风扇啊，大佬，唔系讲笑啊，啊！好嚟啦，小心啊！
而家咧伸咗啲風扇咧冇螺旋槳嘅，你知唔知我講邊啲啊？有啲係你有冇睇過新嗰個電視廣告係冇螺旋槳個風扇，有個好似中間空嗰個窿咁樣喺度劈出嚟咁樣啊？有冇睇過？嗰啲係咩原理我都唔知道，有冇人可以答到我？點樣可以嗰度出風我都唔知道。哦好，有冇人知點解？只有個人在入面攞口噴咯。如果你問我點解，有啲生物匿咗入去，係咁喺度攞口呼呼呼，係喺度噴噴，所以先至可以冇線葉咯。如果唔係正常點會冇線葉，係嘛？你話冇葉嘅風扇仲貴過開冷氣嘅，電費平咯，即係嗰個起始價貴。好，揞个直线就靓波啊！我识啊，我好有经验，我好有经验，代表你要有呢啲系唔好做嘅事，系吴江师傅喺度饮滚油，系咪代表你要饮？唔系噶，啱唔啱？呢个我系有专人训练过，系嘛？呢啲系唔应该做嘅事情，就唔好做啦，啱唔啱先？我系啊，入边有人系咁出掌风。系啊，好啊，其实你一开嗰、那个，其实嗰度根本系冇，嗰度系根本系冇嗰个冇嗰部机器入边系空嘅，你一揿落去得盏灯着嘅，其实就系你一我一收到信号啊，呢一度啊即刻喺度好似打唔空嗰啲咁，我一鼻一喷，你就即刻觉得有个空气有个流动，啊。咁今日仲有一單新聞咧，就講下有趣新聞先啦。就有一單超痛嘅新聞。咁話說咧，就有一個台灣嘅嗰個男仔咧，就瞓下覺咧，就無啦啦咧，俾佢阿媽咧啊，突然間攞刀咧就鋸斷咗個巨龍嘅。咁啊，跟住咧就而家咧，即係好彩經過手術之後咧，咁啊有機會咧就搏翻去嘅。咁啊已經係 OK 嘅啦。咁咧，跟住就點解會有呢樣嘢咧？嚇、啊，咁咧而家咧就嗰、那個後生仔嘅解釋嘅就佢阿媽係有精神病嘅，個狀況一路都唔係幾好。咁樣咁啱咧，佢狀態唔係幾好啦，又冇咩點食嘢或者點啦。但有咩動機令到佢阿媽咁狠心去做呢件事咧？大家都唔知道。佢話咧，醫院就話咧，佢當日咧好大鑊嘅。佢話咧就佢瞓埋一覺啦，就喺凌晨一點嘅時候咧，佢就突然間。啊！一刀解落去，咁咧之後阿爸咧起身咧就見到咧就話咩事啊？見到阿媽企喺牀一邊，跟住咧即係成牀都係血啊！咁樣佢就好得人驚，有機會啦，可以一射啦，爭啲啊！咁咧佢係攞刀解到咧係完全斷咗啊！即係已經係離開咗身體噶啦，大量出血。做手術咧都要做成十幾個鐘，跟住咧就好嚴重，跟住有併發症。咁啊，而家好彩咧就即係搏得翻咯，咁樣啊，你點睇？呢個單嘢真係都幾恐怖啊！因為完全係估唔到，即係瞓下覺，你冇諗過，即係你喺屋企瞓，通常你都會覺得係好安全嘅事啊嘛。點會諗到係會突然間發生呢種事情咧？啱唔啱？防不勝防呢啲，除非你喺瞓覺嘅時候着住護甲都冇用，除非你要即刻醒目嚇、啊，又話搏翻都冇用，佢阿媽隔過幾日又再嚟，又再幫佢做一次手術，咁啊冇意思，咁都冇，咁唔通唔搏咩？你咁樣講，咁都係要搏嘅，呢啲都係要做噶嘛，啱唔啱啊？嚇！冇辦法唔搞嘅喎，呢啲嘢啱唔啱先？係咪啊？咁啊，最主要就係呢啲人冇好難講，即係佢估唔到，即係自己最親嘅人，呢個佢防不勝防。同埋點講好咧？我覺得呢單嘢最令我覺得都係痛到黐線。哇！靚啊呢下，大鑊啦！好嚟啊！仲有機會啊！即刻攞走佢先啊！如果唔系，俾人啊继续啊，有机会啄入噶啦，啊！好，最后生命退到落去，再爆高速退入去，力压再出嚟远处位置，可惜啊，俾人啊顶一顶啊！遇到呢种事点样
点样防？啱啱有位兄弟有提过嘅，佢话咩？如果你缩，如果你练咗缩阳功，你个缩阳入腹嘅话就冇事，吓、啊、你啊匿缩翻入去咧就吓，佢又冇办法戒到啊嘛。但系都有啊，嗱，佢戒唔到啫，嗰、那个一嘢吉落去都系一样嘅，你明唔明啊？